政府会支持各族发扬和保留自己丰富的文化。我们做好文化传承的工作，年轻一代才可以接受悠久历史的熏陶。这是我们的根。我们不能失去文化的根，以免随波逐流。对于华族文化，政府一向来全力支持。我很欣慰，华社组织不遗余力弘扬本地华族文化，比如去年庆祝成立180周年的福建会馆，他属下的文化学院所提供的各项课程，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艺。我看过小朋友们的表演和作品，水平都很高。除了各个中乡会馆推广华语理事会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，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。政府会全力支持他们，让华族文化能够薪火相传。我也要鼓励家长在家里多跟孩子、孙子讲华语，让他们接触华族文化，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。关注我们，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《新加坡眼》。